法师在灵位前诵念经文，信众则忙着在贡品上插香，虔诚恭迎好兄弟前来享用。现场气氛庄严肃穆。为了超度无事孤魂，祈求四境平安，位于二重疏洪道微风运河旁的五方福德宫，特别结合信众力量，举办隆重的中原普渡法会。就近呢，吼，啊，遮这个无主孤魂，吼，啊，福音啊，有一个来今仔受到咱这个啊本宫，吼，这个慈悲善心的，吼，啊，这个供养，吼，啊，但比如，吼，啊，咱遮信徒呢，会当平安顺遂，吼，啊，财源广进。会场除了有丰盛的贡品外，还有2400斤信众捐献的白米。五方福德宫爱心不落人后，不仅赠送给弱势机构，也预留600斤。关怀泸州长安里的弱势李民，由里长丁连进代表接受。感谢这个五方，这个咱这个布幡内底吼，跩信徒甲主委甲干总干事足关心阮这个长安里的里民，吼啊足感谢，谢谢吼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五方福德宫在风雨飘渺中屹立45年，相信在信徒的诚心下，神明会继续保佑大家平安顺遂。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，罗如虹采访报道。